在一起，佛法之旅，生命天使和你在一起。Hello。接下来，请收看长老法语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见佛无量光色，无量形象，圆满成就，平等清净，一一现前，分明正了。人普贤菩萨对这个与会大众的菩萨说，说见佛的时候，见佛的时候，见佛的什么呢？就是见佛的无量光，无量形象，见佛圆满成就了光色形象，就是佛是佛的种种庄严相，种种庄严相。那么仙呢，是见佛身说的，见佛身说的。那佛身具足有无量光，有无相无量的形象，都是圆满成就了。这个圆满成就了，是从十地菩萨以来。现在不是十一地了吗？十一地菩萨说，你们见佛的形象了，也见着佛的法身了，也见着佛的所有的报化，这些形象色相平等清净。这个平等啊，是着的法身说的，清净呢，是指报身化身说的。就是法身、化身、报身，一一现前，一现前啊！就是这些个佛都证得了，都具足了，是标题的意思啊。标题下头才说，加以分别说，说无量光、无量色，说说见佛的无量光、无量色，是多，无量嘛是多，或者见佛的佛身光，只是一个一旬，就是多也好，一也好，一多无奈，见多，把它收拾为一，见一，把它说说。观照无量，这如何加比喻说吧？在理上不能理解，在事上说，说像太阳光一样的，最殊胜光明最好的时候，日光最好的时候，佛身就像日光最盛的时候那个色相一样的，国子佛身啊。那见佛的微妙光和色，这个就不容易了。所谓不容易的，这都是十一地菩萨所见的。普贤菩萨说这个法的时候，是对着十一地菩萨说的。都能继承佛位的了，大家可以看那个念那个经文的时候啊，善财童子参弥勒菩萨
弥勒菩萨就是十一地的菩萨，是登觉位的菩萨。弥勒菩萨叫善财再参文殊师利菩萨，说你现在从你出发心到成就等觉，都是从最初开始信来的。那善财童子照着弥勒菩萨善知识指示，成文殊师利菩萨。文殊师利菩萨要他住在法界参普贤。那善财童子到这个菩提法会里头，参普贤菩萨找了很长很长时间才见到，就像咱们前文讲的，这些个大菩萨参见普贤菩萨的时候，三拜呀、三次都没寻见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大家就知道什么呢？普贤菩萨就显示果后，这是果后，果后普贤。说果后者，一切圆满都成就了，果后，果后。那这个佛身呢，就像那个初盛的太阳光似的，无量的光明，非常微妙。那是色身色相呢，也是非常的微妙，不是我们一般的所见的，也不是一般二乘啊、菩萨乘啊所见到的，是完全一乘法，完全是佛究竟法的。那么菩萨所见的不同，根据个人的功力，个人的功力啊，个人的愿力，乃至于个人的自力，这个见是什么见呢？普贤菩萨说的是十定法门呢、是定宗啊，定宗所现的，这是第八定啊，很深入了，是定宗所显现的。所住的清净色，清净色是无色相的哟，清净色是无相的，没有颜色的。清净色一有色相，这不是清净的了。总说这个清净色是指着法身说的，以下都是报身的。或者见佛作黄金色，见佛作金刚色、甘青色、无边色、大清摩尼宝色，说了几种，这几种就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无量形象，没有全说，那这个形象。只说见佛的形象，不是佛现的，而是这些菩萨所见的，各个见的不同。咱们现在咱们只能见到像，可是匠人说的像，咱们不能见到佛像的，咱们就连化身的丈六的金身也还没有见到。假使说你学了华严经了，佛是无量形象，任何相都可以认为是佛，但是这是法界观啊，法界观有这个想法吗？我们看见花，看见桌子，看着一草一木，无非佛的形象，无量无量。那么呢，实际上呢，无量相就是一相，一相者无相，无相是什么呢？清净相。
那看佛的身量也不同，或者看佛的身量啊，那是七肘、八肘、九肘、十肘、二十肘量、三十肘、一百肘、一千肘、一具卢舍肘、一半身半由旬肘、一由旬量，和见佛十由旬量，和见佛百由旬量、千由旬量、百千由旬量，那佛身就大了，佛身就大了。咱们就说那一由旬四十黄鹂吧，百千由旬乃至于千由旬，那该多大了。这个像咱们见不到，有这么心力呀、啊、观想的心力没有这么大。一万由旬，百千由旬就是一万由旬，百万由旬，越来越身量大了。所以说佛的身，阎浮提有好大，佛的身就有了好大，见佛身等于阎浮提。那把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所有世界上所有的果道，所有的果道仅仅是一个南菩提，大海呀、山林呢，都把它变成佛身，仅是佛的身量。还有中千界量、大千界量，见佛百大千界世界量、千大千世界量、百千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百千亿，诺由旬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无数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无量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无边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无等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不可说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不可称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不可思议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不可量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不可说不可说世界大千量，可见佛说不可说不可说大千世界量。这说佛的三身这么大量，当然是这个境界不是咱们所能够，心量不能知，没有这个见量，乃至心量也没有这个量。咱们把这个整个的世界看着就大的不得了了，那这是一个小世界，小世界说到一千，这是中千世界，中千世界再说一千，这是大千世界，把这个都合成了仅是佛的身量，佛的身。如果这个道理不能懂，可以理解法身，法身，法身骗一切处，就是一法身量。圆满成就了，这是菩萨必须得到了十一地，也到圆满成就了。那跟佛无二无别了，所以才能见，才能见。那么普贤菩萨说：“佛子啊，菩萨入世，这样来认识佛。”来见佛，这里来见诸如来无量色相，有什么色相就有什么形状，这是无量四现的，是光明的，无量光明，无量光明王，其光的分量呢，等于法界。于法界中无所不造，普令发起无上智慧。这个定啊，这是定中哦，定中哦，
菩萨是在定中与智慧像太阳一样的光照的，这就是见。说多多即是一，多即是一啊，多即是一呢，平等清净法界身仅仅是一身，无量身即是一身。正报庄严，这入的是庄严定哦，庄严大定哦，是在定中正报如是庄严，一报也如是，是庄严大定等等。有见佛身，没有眼作的，没有障碍的，上妙清净的，这得见到法身。现在这些十一地的菩萨都继承佛位了，都是少龙佛宗的真正的都是等觉菩萨的位子。他自己置身庄严，以报庄严，就是国土我道场庄严，因为法身就是佛身，因为法身即是佛身，所以没有眼作，没有障碍，上妙清净的。这些个不论在清凉国寺也好，方三藏这里东宣也好，长者也好，对此没有解释的。一者就是解释我们凡夫也接受不了，所以还有二种说法身无相无作，一切的不可说不可说，因此就叫经地缘呢，缘意只能意会，不是言语所能表达出来的。普贤菩萨跟着大这些个菩萨说，要入世的来见佛身呢，这种观念没有，没个观念法界身。众生相有好多相，佛就有好多身，众生相无尽的了，佛身也无尽的了。从性空缘起的含义，性空就是佛的法身。一切诸法都由法界而生的，无不从此法界而生，生即是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仅是一法界而已。所有说无有障碍的法界是清净的，是微妙的。这个道理普贤菩萨就加以解释，佛子菩萨入世见于佛身，而如来身呢，不增不减。那如来身是什么样子呢？譬如虚空，像虚空一样，与从所时的芥子，大家那芥菜籽很小很小的，而虫子把那芥菜籽啊打个洞，是吧？芥子是孔中，从这个孔中见，不减小，不是小。乃至前头讲的无数世界，也不大也不真广，不大不小，不广不狭，这就是广狭无奈自在。大小无奈自在，佛身的是自在的。
佛山以福入世啊，你见着大神的时候，百千大千世界那么大神的时候，佛身也没争，乃在戒宗孔所见的最小最小的已无所减，叫不增不减，这形容的佛的法身。嗯，譬如月轮，嗯，普贤安菩萨又说的月轮啊，阎浮提人见形小，阎浮在这地下看月亮，这个圆圈不大，月亮本身没减小，在月亮里头住的人见的形大而不争，不争。不过现在我们科学发明到了月球上去，还没见着有生动物，没见着有生物，嗯，但是呢，形容着我们看见好像很小，嗯，月球还是那样子，并没我们见小，它就小了。但住到月球里头的，也没见它增大，这是不增不减的意思。说菩萨摩诃萨呀，住此庄严三昧的时候，平等平等的。听懂没有？嗯，那么随自己的心，随众生的心的需要，他喜欢要求，他能够见着佛的身的种种画像。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降生的时候，那是画像，既不是佛的报身，也不是佛的法身，这化不离法，这就三身一体了。化身不离报身，报身不离法身，三身一体。因此见化时候即是见到报法，见法时候即是见到一些化身。你能受持，受持，受持化身所说的一切法，言语言说的是法，从这个化身说的法当中，你受持理解了，理解就是明白了啊，懂得了，懂得什么呢？佛的身呢，是不增不减，非大非小，非长短方圆，这普贤菩萨又说一个比喻：一切众生命中之后，将受生时，这个报舍了，要投生卷入第二报的时候。这就是说的见呢，命中后将入之时，不离于心呢，不离于心，见就变化了，变化了。怎么每人都这么轮转受生过？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，但是那个堕畜生身的，当他受生时候，他不见得是畜生身，他看着他是人。赶他受生时候入胎出来，上回我跟您大家讲过那个小姑娘，她那是活转来了，她说起来她本来变了狗了，变了狗了，她没有受，她又活转下来了。世界上有好多的事情，现实的生活当中好多事情证明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死后的见呢，跟生前的见呢不同的了。现在我们肉体这个见，眼根对着色尘这个见，这是妄啊，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妄。但是
我们不舍了这个报身，所见的没有障碍了，没障碍了也是报，不是圣境啊。见了眼睛，把它当成圣境。我们有时候做梦，或者见着菩萨像，或者到一个寺庙里头，哎，醒了没有啊？没有。那所见的不是真的，但也有做梦的时候，醒了时候见着是真的。梦中所见的寺庙或者所见景象，醒了见着是真的。有时候梦中所见的特别殊胜的，醒了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就是拿这个做例子了，说众生命中的时候，受生的时候，他的心所见的，所见的清净的，不是染污的。如果染污的，他拒绝，他不会去受生的。菩萨摩诃萨呢，以夫入室，入了这种庄严三身三昧的时候，所见到一正全是清净庄严的。就像我们对空中，空中啊，空中是现象的大小，空没有大小，空也没有增减。咱把芥子跟须弥，芥子纳须弥，芥子很小的，但是芥子是空，把芥子变成空意，空就包括了，包括须弥三了。那芥子纳须弥是这样的，芥子是空意，是空的体，空的体能容纳一切的。咱们现在刚才讲这个月影啊，月是我们右眼见，不大，很小。我天眼见它就大了。上来所说的佛的那些个形象是真的，是空意，是真常的，佛身永远不异的。是你的见不同，随众生心所见的不同，而佛的身光和色和相和大小也不同了，这叫随心现景。景是心所转的，心所见的景那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，成就十种数集法。数正住行圆满大愿，愿数集法，成圆大愿。都是以寡法的光明照耀世间，法的光明，法光就智慧光，慧光啊，来照耀世间的。谁呢？佛。又者说，住此三昧的，谁住到这庄？光明藏的庄严藏的三昧，谁就有这么大的神通，真正大妙用。但是可在定中啊，在正定当中，能够圆满你所有一些愿。但我们最究竟的愿嘛，是愿成佛，愿成佛。住这个三昧，
庄严三昧是三昧的光